12年来的学校生活，我不停地被欺负、被勒索，大家都认为我是苏拉、斯诺夫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变成大流氓，我当上重考班的老大，我一定要变异。杜乔琪心地很善良，就算生气想要报复，也只会丢石头跟吐口水，他不会对别人记恨太久。我想你不理我一定是因为气我骗你，所以你也开始骗我。你骗我说你很生气，你骗我说要跟我绝交，还骗我说我们不是朋友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被我骗呢？就是因为知道你在骗我，所以才让你骗啊。我想等你骗够了，这样就扯平啦，这样我们重新当好朋友。小琪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样怎么办？面子。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了？你好，我叫杜乔琪。这是，既然我们要当好朋友，不是应该先知道对方的名字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阮世子。你的名字很好记哦，那我们是好朋友咯。那我可以送你一个东西吗？今天的事真的很谢谢世子啊。这没什么，谁叫我儿子要追你女儿嘛。还有我也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出了比市价高的钱买了我那块地，帮我还了很多债务。我还非常感谢的是，因为你特别的通融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住在那里，暂时先不用搬家。这没关系的，董事会那边的人我都已经打点好了。
小丽，其实凤凰董事会的人我很清楚，他们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。如果 Villa 他的不方便 delay 的话，你尽管告诉我，我会马上搬家的。这真的不急。倒是你啊，我记得你还有400-500万的债务，你打算怎么还啊？我已经去找工作了。找到了吗？能应征的我都已经去应征了，只是他们要我等消息。那就是还在找喽。任年，你记不记得风华一直都是有3位副总？最近那个林副总退休了，我正打算找人接替他的职务。哎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风华当副总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我想帮你的忙，而是我真的需要一个懂得经营饭店管理的人来帮我的忙。那风华以前就是你的，所以如果你肯来的话，我很高兴。小丽，啊，我看看算了吧。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我离开饭店业已经好多年了。事情都有很大的改变，我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更何况这一次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不好再欠你什么了。可是你喝完了吗？饮料啊，喝完了。那我帮你丢掉。水果，赶快回来！你们俩找谁啊？啊，你别说，帮满世子来场英雄救美的戏。对啊，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像追杀别人命的女杀手？拜托，你们是白痴吗？你们居然穿成这样，赌条鞋还是认得出你们？不穿帮，那这样嘞？没，应该就认不出来了吧？哼，那杜小姐要是看我们这样，铁定吓死。我看她铁定笑死吧。你怎么这么说啊？对啊，我们努力耶。哎，算了啦，就算你们现在穿黄金甲也没有用。昨天阮世子已经亲自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了，现在杜小姐已经跟他和好了啦。哈？什么？哎。你们也不用太惊讶，反正这样你们就不用穿这样出去丢脸了。我们这样很丢脸吗？我是不会啦，但你会。来，丽们，我要翘课了。是等我吧？我也要去。是等我，我要去。我靠！你们两个干嘛穿成这样啊？是要去追杀约翰，对不对？变白痴哎，是追杀比尔啦！哟，没上课啦？你要干嘛？破绷带嘞！上档人家棍子的时候不是很猛吗？不要动哦，很痛哎！那我要上课啦！快要上课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翘课呀！要不要一起来啊？一起来嘛！走啦！思思，干嘛要翘课啊？这么不想见超萌吗？对，我就是不想见他。超明牛仔饼，走人了。思思，超萌每天传简讯跟你道歉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苦恼，那么低声下气的。难道你不能原谅他吗？我说过不原谅他吗？真的。我说过，只要传过100份道歉简讯，跟我说过100次对不起，我就原谅他。思思，你知道超萌这么没耐性，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？那就不要和好啊！思思，靠，每次都这样。上课了。